年快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年年有余，百岁到老。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i， 我是 Tiffany， 我们是 Tiff with Me。你们一定是在想，为什么这两个疯子突然间讲中文嘞？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中文？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来挑战。我们要来个 Tiff vs Me， 让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就是呢讲华语。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 video 的话呢，我们平时的视频都是说英语的，我们也是跟对方说英语比较多一点点。但是今天呢，又是新年的第一天，为了要庆祝这个节日，今天一整个 vlog 呢，我们就是呢会说中文，看谁可以维持一直说中文。我觉得我会输呢，因为我说真的，我的中文是不是说很好 ？But 还没有开始 ，OK， 还没有开始。如果我混英文跟华文也不可以的，对，不可以。像我们新加坡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特别喜欢掺英文跟中文。当然，我们挑战的时候肯定会有惩罚。我们的惩罚呢是非常简单的，也是非常实际的，刚好呢很适合这华人新年。我们说英文的话，一个字就要给1块钱。我觉得我今天破产了。Oh my god， 真的很乱耶后面。一二三，三个字，三个。就这样子 ，OK。刚刚这个呢就是示范。哇，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呢，一个人的包包里面就有50块钱的1块钱铜币。我今天要50块钱更有钱了。你们会讲华语吗？会啊。会。你们的华语好不好？不知道。我们今天只可以讲华语。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一个挑战，你懂什么是挑战吗？糟糕。挑战就是很像看谁赢。我跟 Tiffany name OK OK、oh, shit. OK another OK you know what we haven't said that 我们还没有讲开始 OK 我现在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吵，因为我的家庭实在是太大，人太多了。很小心 ，camera， 哦 ，shit， 第一块是我赚。哇，新加坡人家有。你好，新年快乐。妹妹，你刚刚讲什么？你刚刚讲什么？3块。好啦，都。好啦。他现在要去找我们家有人，他还不知道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哦，帕拉，帕拉，垃圾桶。OK 了，叫你们用力点吧。垃圾桶，哇哥！好了，一块，请。好了，结果当时变。啊！我放弃了。说好英文。啊！谢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一直在讲话、聊天、收红包，就没有拍太多了。我相信很多家庭都跟我们的一样，大家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忙碌，就只有这么一年一次，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聚在一起，好好的聊天，好好的知道对方最近过得怎么样。虽然一年才见到他们一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见面就可以说很多话。新年的意义除了收红包之外，
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放下工作，放下烦恼，放下手机，好好跟你的家人联络感情。假的嘞！哎，叫他叫什么名字啊？我又忘记了嘞。谢谢。拜拜，拜拜。然后现在就是大家都走了，我们的亲戚全部都走了，然后我们就要来收拾东西，收拾时间到咯。谢谢阿咪，祝阿咪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年年有余，狗年行大运。爸爸你这样狗嘞，你这样没办狗哩。哦对哦 ，OK 哦，爸爸来扮狗。爸爸很听话的。来了，谢了，谢了。Are you tired? Reply me quick. Reply me quick. Speak up, law. Speak up, law. Stop trying to trick me. Okay. I'm gonna go to the aircon. I'll charge the aircon. Okay. 我充一下手机的电。Okay. Anyway, 我跟你讲，我今天有一首歌，两块。OK, 我跟你说，今天有一首歌一直在我的头脑里面，是这样的。什么歌啊？来，放开手吧。OK, 所以今天总结下来就是不讲英文。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华文非常好的，我自己觉得我以前考试华文都是拿 A1 的。他不读书不做功课什么都不做， report 看出来的时候全部 F9 读出了华文 A1。 等一下，是 D7 好 OK 有 difference 的好 OK 有咩？ I mean 有咩？以为一次 OK 就只有中文老师喜欢我，但其他的都很讨厌我。小孩子不要学 ，OK？ 在这边要声明一下，虽然我在中学四年是没有读到书，但是到最后面的一个月，我还是改过自新，努力读书，后来进了我喜欢的一个 JC。所以小孩子读书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算钱了， OK？ 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算钱。我很爱讲话，一直讲话，然后就多说多错，你知道吗？所以一整天下来，虽然我输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还蛮好的。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是华人的关系，所以讲华语是感觉就是非常的亲切的。自己是喜欢听华语、讲华语，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所以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一个赞，还有 comment below。你喜不喜欢我们做这种类型的视频？华文不是说很好，可是 I try my best, OK? 如果你是华人会讲华语，听得懂我们这个整个视频在说什么的话呢，也在下面跟我们说一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平时有没有说华语的这个习惯。我们下个视频再见。还有不要忘记What is it called? Subscribe, what is it called?订阅我们，不要忘记订阅我们，还有跟踪我们的 Instagram， 跟踪呢 ？Follow one, right? OK, 跟踪我们的 Instagram, OK。
那我们在下个视频见，拜拜，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十全十美。反正他们看这个已经没有新年了。对，等一下，我的中文比他好降多，你们真的觉得我会输吗？他根本没有发现他一整天都不小心在用英文说话，他更没有发现这一些都被我偷拍下来了。当他看到这个 video 的时候，他已经欠我降多了。Thank you.